行，说怎么样？手好多了。你爸爸好像在找你。我们到了，收到速回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事，都是你的手啊。啊，现在还好，没什么事儿。 先回去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找你爸爸，能不能远远过来找你，肯定有急事儿。回去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可是你……我没事儿，一会儿丁丁他们就过来陪我了，他们在，你不放心什么呀？医生要是跟我说什么，我就随时给你打电话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快回去吧。哎，别乱动。 千万别乱动，那你回去，我乱动了。好了，等我，好好休息。 严苛，好的，我们马上过去，你先走吧。嗯，怎么了？严苛要出去一会儿，咱们赶紧去医院陪老大。婷婷啊，嗯，我说老大的手不会真的？瞎说什么呢，乌鸦嘴，走快点！是是是，咱们老大福大命大，肯定没事儿。嗯，咱们几个老大买点鸡爪。熊一凡，啊，你的家属呢？嗯。 儿子回来了，赶紧洗手吧，马上就吃饭了。来，老严，喝茶。爸，留学的事情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今天我去找了你们的唐辅导，转学手续开始办吧。爸，我不是说过我会自己处理吗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 现在不是时候，那什么时候才是啊？你以为你还小啊？你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，对不对？严苛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既然不顾我们的阻拦，选择了走艺术的路，你就得做好比别人多一百倍、一千倍的努力。你不要逼我。好，我逼你。你总有一天会回过头来感谢我。 我这就给你办手续去。爸，哎，老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拉我干什么？你着急什么呀？你看，你看，你一生气，褶子又出来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给我准备好。行了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至于吗你？哎呀，你又来了。
都是你惯的，是，喝茶，别气了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记性，儿子，我忘了买洗衣粉，去，去给妈买点洗衣粉回来啊。去吧。 今天出院了，怎么不多住两天？医生说只要回去复查就好了。他说伤的是手，又不是腿，医院才不让你住那么多天。哼，那要不要跟严科说一下？嗯，还是别了吧，他家人最近来了，还是不要打扰他吧。哎呦，小伤啦，没事儿，快去上课。 去吧。要不我今晚留下来陪你？真的不用啦。好了好了，快走快走。那我走了。嗯，有事我给你打电话，不会跟你客气的。先走了。嗯。 老大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干嘛？他那都是在逞强。不过我们要给他一点时间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没有谁能够那么快接受的。那要不要通知严科？老大他不让说。不是，这怎么就扔不了标枪了呢？ 你说咱们看老大努力了这么多年，这不都白费了吗？嗯，不错。来，你要跑起来啊，动作一定要标准。 跟我聊聊吧。学姐，我想我应该正式退出标枪队了吧？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不知道，除了扔标枪，我还可以干点什么别的。 人生的路还很长，也从来都不只是单行道。不管你做什么选择，我们都支持你。别忘了，身边还有关心你的人。谁呀？啊！
小熊，阿姨，你是来找严苛的吧？啊，来，请进。啊，进来，进来。谢谢阿姨。他呀，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嗯，我去给他收拾收拾，你自己随便坐啊。好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嗯，谢谢阿姨。糟了，阿姨不会发现我跟严苛之间的关系了吧？我这样贸然过来，会不会太奇怪啊？小熊啊，哎，有牛奶，有橙汁，你要喝什么？我都可以，你不用麻烦了，阿姨。不麻烦，那就喝橙汁吧，啊，增加维他命 C。别站着呀，坐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来。呀，不过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，有点太冰了，先放会儿。女孩子呀，将来要生宝宝的，不要喝得太冰的。谢谢。哎，你这手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运动的时候不小心扭到了，你习惯了。哎呀，不可以这样的，这伤筋动骨的，要治不好要落下病根的。嗯，哎，对了，你之前不是教过我怎么挑猪蹄儿吗？嗯。我现在连猪手都会挑了。是呀。哦，我正好有一些，我炖给你吃。你行不行？要补一补的。好，麻烦阿姨了。不麻烦。真好。不是严苛想去的音乐学院。你爸爸好像在找你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事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。阿姨，我还有点急事，我就先走了，下次再来见。哎，哎，小熊，小熊，怎么那么快就走了？我猪手还没炖呢。这个事儿，刚刚小熊来找过你啊，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正在厨房忙活着，一转眼他就说有事儿走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喏，他就坐那儿。妈，我出去一下，等我回来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早点回来。这个不争气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明天去他学校。帮他把所有手续都办了。
怎么不接我电话？啊，我没听到嘛，对不起。听说你来找过我。怎么又走了？因为我学姐当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然后让我去体育馆，然后我就去了一趟。真的？真的，我干嘛骗你？你这个手啊，都还没有跟我讲过。没事儿。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明天去医院拆个线就好了，不用担心。明天我们去约会好不好？有件事儿你知道吗？好吃。我好久没有在路上看到卖棉花糖的了。又馋了？走。老板你好，你好，来一个棉花糖吧。草莓味的。好的好的。小熊的手恐怕很难恢复如初了，他再也不能扔标枪了。谢谢。您看，尝一下。好吃吧？弄到嘴上了，走吧。心里好开心呀、可是你不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吗？要不去我那？叔叔阿姨都在，不太好吧？你笑什么？我爸妈今天晚上就在宾馆，他们不在。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我没有想什么。什么也没想啊，走吧。你知道我喜欢你什么吗？不是因为帅吗？那你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最帅？什么时候？
哥，对不起。好啦，我今天自己回去。我送你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车快开了，拜拜。那我上车了，拜拜。可是。快走吧。忙着呢。嗯。啊！怎么回事啊？你流血了？哎，你等我一下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疼吗？这两天好像都不在状态啊，心不在焉的，怎么回事啊？有心事？如果有一天，我是说如果，你的手受伤了，再也不能拍照了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我手受伤了不能拍照，我可能就换个行业呗。反正我这么帅，又不是我没饭吃。人生的道路啊，有很多。喂，唐辅导，你说小熊怎么了？袁科，怎么？小熊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小熊今天跟唐辅导请假离开学校了，但是我们现在谁都联系不上他。都没有。家里呢？我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熊叔叔了，结果熊叔叔还反问我说小熊在学校怎么样。我觉得老大一定没把他自己受伤这件事情告诉他爸爸。还会在哪里啊？我想想，你说老大会不会是想一个人冷静一下，等他想通了再联系我们？好吧，我继续找他。有任何消息的话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管他说什么。你小子到底怎么当男朋友的？小熊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居然还把他弄丢。白子，你先冷静一下，老大他不会有事的。那万一有事呢？谁负责？你吗？还是你？我找了一大圈，没找到。严可，你也别太着急了，一有老大的消息，我们马上通知你。你也别太着急了。老大他毕竟不是小孩子了，他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。
你和严苛整天都在他身边，怎么连个人都看不住啊？白宇泽，你先冷静一下。他人都不见了，我怎么冷静啊？倒是你，你不是跟他关系最好吗？你怎么冷静得下来？正是因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所以我比你更了解他。白宇泽，你了解小熊吗？你知道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吗？ 他是一个在我受欺负的时候永远挡在我前面的人，他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理想从不言弃的人，他是我见过最乐观、最勇往直前的人，他是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一蹶不振的。他需要的是时间，我们现在只能耐心的等待他。你一点都不了解小熊，更不了解我。 你放心，一有他的消息，我马上通知你。你放心吧，别看老大平时愣头愣脑的，那关键时候他可从来不让身边的人操心的。倒是你啊。 赶紧解决好自己弹琴那事儿吧。你知道了？嗯。那小熊他不……老大他早就知道了，他之前呢还准备让我问你来着，但是又怕你发现，就没让我问。我觉着吧，他可能是不想给你添麻烦，也挺为难他的。就他那个直肠子，想瞒住点事儿，太不容易。 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问。你当初在创业的时候，父母有阻拦过你吗？拦啊！哎，我爸当时还说要把我腿给我打断呢，当时还威胁我说什么不给我留遗产。哎，你说他们就我这么一个孩子，不是那不给我给谁啊？真是。不过有句老话说得好啊，这当父母的呢，怎么斗得过孩子？他们这么拦着我们。 也是为了我们好吧？哎，你可别小瞧你松哥，你松哥现在也算是社会小精英了。哼哼，谢谢。这都是小 case，你有什么事儿呢？随时找我，我来给你指点指点。哼哼哼哼。怎么了？ 过来办转学手续。唐老师，我不想转学，我想留在咱们学院，等毕业后再留学。这，你必须要慎重考虑一下啊！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机会的。嗯，我知道，学校给我争取来这个机会，非常难得。可是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 哦，对了，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父亲知不知道啊？昨天我们通了电话，他对你的现状非常担心。哎，我说老严呐，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这么晃来晃去？你晃得我脑袋疼。嗨，严苛，你到底有没有给他打电话呀？ 我打了呀，我怎么没打？哎呀，我说你要给他时间呀，要不他飞回来呀。我说最近你怎么肝火那么旺盛啊，老爱生气上火。这不回来了吗？你小子，哎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你干什么呀？一见面就动手动脚的，这是暴力行为，你知道吗？ 这小子就是你惯的，我还惯你们俩呢，我就惯了，怎么样？你知道了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，这，你给我过来！干嘛呀，老严你？我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啊？不是，这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。深思熟虑？你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？当然不是。爸，你可不可以听我说完，就一次就好？我不听。哎呀，这儿子都叫你听他好好说一下嘛。哎呀，我说你们俩父子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说说话，老是绷着一张脸。哎，儿子，没事，你说，你说。妈。爸。我知道你们对我未来的期盼，但我更希望的事情是你们能够相信我。我虽然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，但这并不代表我放弃音乐这个东西啊！我可以毕业后再去。只是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我有更重要的人要去照顾。我长大了，我会对自己的未来负责的，我真的可以做到。我希望你们可以相信我。老爷，你都听到儿子怎么说了？他刚刚这番话，就代表他成熟了，长大了，有担当，有责任感了，不是吗？那你考虑清楚再说吧。就是这样，这驴脾气一会儿就好了，别管他。但是妈妈想跟你说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只要你开心快乐，妈妈都永远支持你啊。谢谢妈。哎，你的动作还挺快的。嗯，小熊啊，你什么时候把小熊带回来，给你这个驴爸爸见一见。下次。这段时间呢，你不用担心我。我只是想一个人找寻一下，我除了扔标枪还能干点什么别的。小熊，爸，乖女儿。哎呀哎呀，棒棒！让我看看。嗯，瘦了。是吗？又不好好吃饭，净吃零食，是不是？嗯，你回家给你做好吃的了。走。哎呀，棒棒。累坏了吧？嗯。爸爸。嗯，你当时是怎么发现自己想当面包师的呀？难道是因为妈妈吗？当年我刚步入社会的时候，
也是两眼迷茫，不知道该干什么。正好家附近有一个甜品店，我就去那儿打工了。干一天混一天，混一天干一天。哇，您居然也有迷茫的时候吗？当然了，人在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迷茫的。但是可贵的是，有些人能够寻找自己的目标，并且还会坚持下去。你爸我就是那个坚持的人。哦，所以说是妈妈帮你找到了你的人生目标。走。你妈跟你一样，也喜欢吃甜品，经常光顾我打工的那个甜品店。每次我看着她吃着我做的甜品的时候，感觉心里边暖暖的，感觉人生很美丽。哇，原来爸爸是为了苦追女神才学的厨艺哦。所以我每次看着你的时候，就像是看着你妈妈一样，那么坚强、勇敢，还有点倔强。小小的身体里边蕴藏着巨大的能量。梦想。噔噔噔噔！我就知道有好吃的。刚烤好的。哇，谢谢爸爸。小心烫。哇，肯定很好吃。嗯，这真的好好吃。你怎么着？看着你吃我就高兴。嗯，好好吃。对。慢点，慢点，不着急，还有呢。还有啊。嗯。嗯。慢点，别噎着。嗯，噎不着。嗯。好了。哇。嗯。香香香！哎呀，哎呀，看看你们，这下应该没有问题了。小熊，人海之间。Yeah.
为伤病，所以已经退役了。其实我并不知道当时让他去参加那场比赛到底对还是不对，但是我理解他。作为一个运动员，对于赛场的热情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不到最后倒下那一刻，不会有人先说放弃。祝贺你，赢了这场比赛。